今天是简惠宗的另一个吃法。简惠宗的日本人怎么吃泡面呢？我最近发现一个花絮，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，所以泡面的一半是我太太的。那我给她肉量好了，剩下的面和汤都我来处理，这样我不会胖。首先准备高汤，海鲜口味和火风的高汤真的很适合，所以我今天用高汤包。白虎超市容易买得到。我来台湾以后发现泡面的盖子很难打开。毕竟2022年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今天加100cc 的牛奶真的很适合，加上香味爆香的高汤。老婆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定要用高汤，这样才可以做好你人生中最好吃的那一个。最近我出了新书，做泡面的时候很适用，刚刚好。好了，这样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只有加牛奶也当然可以哦。啊，如果你有推荐的泡面，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